屏东东港黑尾鱼观光季即将来临，13号上午呢，捕获了两尾黑尾鱼，是由东港籍渔船在兰屿附近海域所捕获的。两尾各重达了280公斤以及300公斤的黑尾鱼，13号上午由东港籍渔船嘉靖春10号在兰屿东方海域捕获。围观的民众呢，看到黑尾鱼不时的发出惊呼声，同时这两尾黑尾鱼也通过东港渔会的检验，夺得今年黑尾鱼季的第一尾殊荣。